无力前行，又排几粒钟先玩到。搞到有人在 Facebook 上发起强烈要求回水专业，已经有过百人参与噶啦。由下午一点至到夜晚七点都只是玩了两次咋，大家好自为之啦。我都不知道是 Slider City 定是 Kilda City 啊！回水，回水！更加有人呼吁集体向消委会同海关作出投诉，质疑主办单位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啊！你有你投诉啊！不过开场第二日 ，Slider City 嘅 Facebook 继续大肆宣传，好似当冇嘢发生咁，咁啊，梗系搞到一班网民啊火到嚟啦！我 W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